是不是通过自己的修，通过这样子的证，一步一步的再来逐步深入下去的深信？嗯，是的。从这些小事，你有正量的时候，你的信是不一样的。嗯。是可以通，就是这样子。这就说我说这个桃子是什么样子的，我讲了半天。你也信了，我讲的是对的。哎，桃子是圆的，它是从哪个树上接下来的？你没吃过，知道吗？虽然你也不能说不信，但你吃完以后呢，我说桃子啥样的，你也不吱声了，也问也不问了，因为你吃过，是吧？你知道讲的对不对，是吧？那你没吃过以前，你那个性格，你头脑中对桃子的概念也对啊，我介绍的桃子也没问题啊，你通过我的介绍形成一个对桃子的认知，是吧？那个认知也是对的。比如说有人说佛是什么样，你也是对的，但是你自己吃了桃子以后有对错这件事吗？你吃了你知道就那样的，你同样两个都叫信嘛，这个就深信不疑。那个呢没吃过，你说你信不信也信啊，有时候也信啊，也不能说你怀疑啊，也没怀疑，但毕竟没吃过，是吧？那个不叫不信，那不叫迷信。比如说你有个桃子跟这个猕猴桃，我介绍完以后呢，你对桃子形成个概念，对猕猴桃形成个概念，是吧？你也信了，知道我说的没错，佛说的真实不虚，但你没吃过，面对选择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真的吃完哪个好。你就会，如果你真的吃过，你直接抓住桃子了，因为你吃过，因为那个适合你，所以在选择上很容易的哦。那没吃过你就会，哎呀，那个老师说那个是酸的，那个是甜的，到底是酸的？对，就是那个选择题上啊，就是我就是发现是说和那个生活中就本来自己做事的方式和那个学了佛以后吧，他就会经常打架，就是特别容易患得患失，就是结果就是早做事的时候都是带水。那这种情况按佛的说的做吗？那当然，但是你现在修得不好啊，你如果按佛说的，你不就是痛一点吗？按佛说的做，你就不是觉得你失了吗？你得失感跟自我永远是索取嘛，在这个世界上，那按佛说的说是舍嘛，往出推嘛，那不就跟腿疼一样吗？出去的时候舍不得嘛，难受嘛，盘腿不还腿疼嘛，那不一样，忍着呗。过来你修修就没了嘛。当然是空性正见一定要知道的，所有的不管你是做善行还是做善，佛的最高之见你要不知道的话，你就不再修正佛法，你就是做人世界的事嘛。你有佛的空性正见，你有佛的怎么去做，那才叫法门，你怎么做也对了。嗯，就是现在在路上的时候就修得也不好嘛，就全部是头脑上的所想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利他之行啊，慈悲啊，接纳什么的，但实际上你当时做了，好像感觉是接纳了，但接下去你发生的事儿上，你其实真的是接纳不了的，是非常难受的，然后你就会后悔，特别后悔之前所做的决定，然后就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晚上都要睡着啊什么的。是。当你一个修行者啊，虽然知道一切毕竟空，但是他在做的过程中他也难受啊，打他也疼啊，但是他不再去第二念了，不再说哎呀我后悔啊，未来是怎么样还恐惧啊，他一旦觉得这件事很难受就止到这了，他不动了，知道吧？这叫修定啊，你不修定你怎么能了悟空性呢？是的，定一定是个桥梁，把理论跟实践结合的桥梁，否则那就是个理论，那就是个界定，那跟你的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关系。你的觉受活生生的，你一起行动，你就是自私自我的，就是人力的二元对立的。嗯，应该从那个就是这个外缘中，比如说这个生活红尘中脱离出来，去找个地方去，先去回避了呢，不去面对呢，就是怎么样？如果你承受不了呢，刚开始逃避也是一个办法。可以可能先。是先逃避，逃避因为干扰你太多了嘛，你先逃。但逃离你这不是终究之计啊，你不是解脱道啊，是吧？你始终知道佛法不是让你在这世界逃避什么或者拿起什么放下什么，佛法是带你出轮回的。记住啊，释迦牟尼佛在教你干什么，出轮回之道啊，就是解脱轮回啊，不是把烦恼转成快乐，不是这种事啊，那你学佛就白学了啊。出轮回之道，生生世世轮回之道啊，出时空中解脱啊，得大自在，就像观世音菩萨心经得大自在啊。所以搞清楚一尊佛是来干什么？如果你只是想快乐的时候，不需要学修正佛法，不需要啊，
不需要那么辛苦的要去行菩萨道啊，去那么修啊，礼节来修啊。你吃真的吃顿好吃的你就开心了，我告诉你，你去玩玩唱歌跳舞也能喜悦啊，是吧？谈场恋爱也可以啊，是吧？这个人世间有很多让你快乐的事，只要做做，你在你的能力范围，你如果你有钱有权，尽情的享受，这人世间很快乐。但你不能出轮回啊，生老病死解脱不了啊。佛法不是让你做这些事的，也不是让你去捐款的做善行的，不是让你做个好人的，它是让你出轮回之道啊，生生世世轮回之道啊。你如果不是说想出轮回之道，你可以信佛，成为一个佛教徒，哎，成为一个善男人善女人，然后呢初一十五去寺院上上香叩叩头，然后有求必应啊，观世音菩萨，可以相信因果，哎，做个善善人，多有善有善报，相信这一点，不用需要修正佛法，知道吧？现在我们坐在这儿谈修正佛法，出轮回之道，知道吧？所以如果你不修正佛法的话，你太简单了，你可以在人世界学很多其他东西快乐的，知道吧？如果你觉得你做了一件事很烦，而且患得患失的话，解脱患得患失的方法很多，甚至医院里边还有麻醉药，有的人还吸毒，或者是有的人还吃去，都能解脱，都能让你不烦，喝酒啊，是的，都可以让你不烦，不是借酒浇愁嘛？还有跟几个朋友 happy 啊，就玩啊，是不是？是放纵自己的欲望就可以快乐。是，哎，有时候能啊，我们活也时间很短啊，有的人就活六七十年啊，七十，假如你活七十岁，七十年如果有钱有权有势的话，七十年放纵自己啊，完全的，只要你的身体好，你可以很快乐啊，想干什么干什么，啊，想买游艇环游世界，买个游艇环游世界啊，想买个飞机买个飞机啊，随心所欲啊，你很快乐啊，这七十年，但死的时候不要遗憾就行了。说，哎，我要死了，死了到哪里去不知道。佛是带你解脱轮回的，再说，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让你永生不死的，知道吧？让你了结时空虚妄的，这就叫智慧，这才是佛的智慧啊。如果你只想这辈子快乐，多赚钱，现在有钱就很快乐，我告诉你，如果你的钱家里存了很多，很多人恭维你的，名利情全部获取，知道吧？很多人有钱说有钱不好，有钱还是比没钱好一点点啊，你就快乐一点啊，因为你想买个汽车买个汽车，买个飞机买个飞机嘛，想在天上飞想在海里游都可以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啊，只要不触碰法律啊，随心所欲对人力很快乐啊，说句老实话，但那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解脱之道，佛不是讲那样也没有罪啊，你花自己的钱你去玩自己的是吧，你又没触碰法，你也是个善良的人，不能说人家买个游艇在海上飘那就是不是个善良的，是吧？一定要把钱捐到哪里哪里才是善良的。他可以那样做的，他拿自己的钱去享受可以的，他可以这一百年，他假如活一百岁，他可以活得很快乐，你知道吗？但是佛说，在佛眼中，眨眼一下一万年没了，所以佛看不起你那一百年的快乐，说弹指一挥间你就没了，你折腾啥呢？你还不如你好好修正禅定呢，你拿一百年来修正禅定。跟拿一百年去放纵自己的欲望，是吧？何必呢？是吧？虽然你得到了一些快乐，但那些快乐太差了，而且在天人眼里，我们的快乐都粗重不堪，粗拙不堪啊！就是人力，假如说，哎呀，我买上游艇上了月球了，天人都不看你的，说我很快乐，随心所欲放纵了。你看我在水上飘，在天上飞，我甚至长个翅膀，我外科手术做它，我能飞等等。不管怎么样，天人都不看的。就像你看着一只猪在猪圈撒欢儿，知道吧？你会喜欢吗？一只猪很快乐，你可以让它受主正体，不杀它，你当宠物养着它，每天给它洗澡，把它养得白白胖胖的，把猪圈做成别墅。但是你看不起，你看不上啊！你会做猪吗？你就算受苦受难，你也不做猪。你要做猪的主人，知道吧？你不是受苦受难，那只猪不知道被你养得很舒服啊，所以你俩换换位置，你肯定不换，因为他的命运操控在你手里。我告诉你，对天道众生来说，比如天魔道、天人道比我们人力高嘛，六道我们是人道嘛，还有地狱畜生恶鬼，天道众生看我们的快乐，你能还叫快乐吗？那不叫快乐啊，
你就在头脑里相对于快乐建立，相对于烦恼建立起个支界，而且你那个觉受稍纵即逝，那个快乐的觉受，你今天看见苹果快乐，后天又看见核桃快乐，因为你生生灭灭，你快乐不能永恒。天人可以一个快乐保持500年，我举个例子啊，他看见猕猴桃快乐的时候，他可以持续性的看着猕猴桃快乐500年。所以人得一定要拥有这个猕猴桃，就快乐上永无止境了。你今天快乐猕猴桃，明天就不快乐，又得拿坏个桃子，是吧？你知道这叫业报吗？人道的业报。你在生灭里边稍纵即逝快乐，你没有那么久的快乐的福报，知道吧？所以好多人追求金钱名利情，到拥有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快乐，是吧？也有这种情况，也有觉得快乐的，也快乐一阵子又不快乐，因为人力没有保存快乐的能力，你没定力。我告诉你，天人有定力，人家可以永恒，但天人也没出轮回，所以他有天也会失去这种快乐，轮回到六道，又下来又做人了嘛，做人又不快乐嘛。你看我们这个肉体，佛说是个坚固妄想，也会得病的嘛。和这么坚固的东西都得病啊，在你的意识层面，在你的六根里边，这个肉体是最坚固的嘛，其他的都刹那刹那生灭，是吧？所以佛是站在三界六道之外说事的哦，不是只说人力一道的啊。我们要是每天担心自己那些烦恼嘛，担心自己一点点不快乐的事情嘛，那你不需要修正佛法，修正佛法太累了，我告诉你，要放下很多东西的。那你，我建议你去找人世界最乐的事干，那样你会活得很开心的，唱歌跳舞啊，玩啊，游戏啊，旅游啊。哎，如果健身的话，你可以很多健身的，跑步啊，体操啊，瑜伽啊，很多东西啊，你不用学空性正见，知道吧？所以这是虚妄的，这不夜市嘛，这么难受死，是吧？因为你执着了，所以让你处理，从人道处理，它是从人道往出抽离的，所以在一开始打破你二元对立的认知，然后站在六道之外看，就是看这个世界，然后时空都会虚妄的。所以你要没做好准备，你这个真的是直接进去栽进去，你就搞不清楚了，就绕进去了，觉得怎么我越学佛越难受呢？老师，我不学佛还好，我怎么学了两天佛，我觉得真的是前边世俗法，后边背着佛法，我觉得被夹住了吗？我不听因果还好，我一听因果我啥也干不了了。佛说因果的目的是吧，是让大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意思说你不要干坏事。有些也不是说你不要干坏，但是你选择干坏干一些，但是这个我们一说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像这个恶就是报，就是一定是个坏的哈，坏事才有报嘛。是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有果报的，不是你做了坏事，好事也有果报，坏事也有果报，不坏不坏不好的事也有果报，因为是个业组织，它都会形成一个果，有因就有果，知道吧？而六道三界六道的轮回就是一个因果，知道吧？就是报下去的，报下去也报也能上去，知道吧？我们把上三道叫上去，把下三道叫下去，是吧？大家都想不苦得乐嘛，对吧？但刚开始你说，我就这样能不能学佛？可以啊，我想寻找离苦得乐嘛，这也是个入门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要真正修正佛法，你要修定力，知道吧？先从定而开启智慧，光我们俩聊是没用的，所以你解脱不了的。光那些聊说是我还是烦啊，很遗憾啊，肯定了，你是人嘛，人就是这样子的，标准的人力，就这样子的，患得患失，遗憾无聊，是吧？然后一大堆二元选择的题选择不了，不知道拿还是放，拿起放下都烦恼，又拿起又失去，放下还有失去，是吧？不拿不放更痛苦，知道吧？就是那卡住，这就是人啊，这是标准的人脸。然后你照照镜子就说，哇，人是这样子，体验一番哦，来人道体验嘛，人就是这样子的，知道吧？男人女人就这样子，修定啊，修定啊。如果没时间修定的话，你肯定是就是烦烦恼恼，烦烦恼就这样子。光在头脑中是说会讲色坤不二有啥用呢？对吧？就现在就觉得就是修定嘛，就是这个心每天早上起床都慌。但是你修定不一定在坐垫上嘛，你可以在事上练嘛，如如不动嘛。我一直说你先从如如不动感，不被静转啊。
你不就是这不就是个六根的茎，还六尘的茎嘛，根尘都不动嘛，你不动来定嘛，身心不动啊。选择那个吗？你现在不是佛要出六道嘛，是吧？要出生灭轮回，你人力的任何之间都在造业嘛，都让你轮回嘛。好，猕猴桃是酸的，你知道，如果是修定，这个认知是错的，知道吧？只有人力才定义酸，那如果有个爱吃酸的，他觉得不酸，知道吧？连人力都是这种的，你说酸，他说不酸，到底酸不酸，是吧？你还别说其他道众生了，是吧？我经常说这是白色的，只有人力才这样定义嘛。你一睁开眼，你的六根就在人力的定义里，这个定义就叫轮回啊，就叫生灭法。你这种定义会导致你控在人力的时空里，如如不动。但是你一睁眼，本能的定义出来了，白色。你不用起心动念的，你都不用过脑的，白色，这叫本能定义，知道吧？但是佛说四大皆空，如果无我，怎么可能有本能这回事？所以这个本能是个假象，你现在因为没成佛，所以这个本能时时牵引着你。一睁眼你就以人力的定义开始了，所以你到现在是个人，知道吧？你没出了三维，知道吧？你看不见，你连天道也看不见，因为你是个人，所以看不到其他道众生，知道吧？好，先从这是白色，一下子定义了，但白色关我什么事？知道吧？你坐在那儿先如如不动，慢慢这个。能看白色的眼睛跟所看的白色都虚妄，这是佛的知见。能见的、所见的都是假的。所见的是白色吗？能见的是你的眼根吗？眼根就是你能见的功能，不是眼珠子啊。我们因为一直是一只眼珠子，那死人也有眼珠子，他是看不见的啊。所以能见的是你一个心啊，你在分别，哎，所以好，能见的跟所见的眼根跟所见的境都假。都是你的分别心产生的，这叫六根六尘。这六根六尘是你的分别产生的。现在你不是不动了吗？分别心不起了吗？这个六根六尘就开始，它是假的，就像过眼云烟，它就消停了，它就会落下来，这叫根尘脱落。落下来是说，它开始从不影响你，这个白色不影响你，因为比如说白色，我喜欢，这是第二念；这个是白色，我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是第二念；然后我要或者不要，第三念。或者为什么不是我的第四年，你人力就是这样子，这叫攀缘心嘛，没完没了的想。现在修行者是一睁眼白色就停在这儿了，不敢再往下想，知道吗？因为你第一念已经错了，已经控在人道了嘛，这个本能已经是人道了嘛，说你现在要出人道嘛，你不能以人力的角度看问题啊，所以你如如不动，你不动这个，只要你分别心停下来，这个能见的功能跟所见的境就会消失，因为你没有办法从意识层面转这个白色。你说它不是白色，非白色，这有意义吗？因为你睁开眼，它就是白色，这是你是个人啊。你在头脑中说它是非白色的，它是假名为白色的，它其他道众生都不是白色，但你睁开眼还是看见它白色啊，你们看见它是彩色啊，是吧？所以这样子想，用意识层面来去。否定这个白色，或者是转这个白色，你是转不了的。以什么来转？以如如不动来转。这个白色就在这里，你睁开眼就是。然后呢，有一个知见告诉你，能见的、所见的都假。好，既然是假的，你管它干什么？它白的就白的，黑的它在你面前没问题啊。你干嘛要拿放它呢？它就在你面前，白的，是吧？它就白的。然后你不要定义它，你知道你这个定义是人力的，是吧？好，你如如不动。静下来如如不动，你对外法的定义都是人道的。坐在那儿说，哎呀，我定了，我静了，我散乱，这都是人力的定义。你没出人道嘛？好，继续坐下去，如如不动，保持觉，没有能觉的所觉的，没有能见的所见的，没有能闻的所闻的，没有能嗅的所嗅的，没有能尝的所尝，没有能体验的所体验的，能觉受的所觉受的。好，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分别心起的六根跟六尘嘛。我说，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你们都看过《心经》嘛？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通过你如如不动，不用人力的直接来定义，你就可以体验无的境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它就会消失，幻。你现在就不幻，就从不动开始，根尘就会幻境。根尘脱落以后，你就看到了真相，你就从人力的认为，你就知道，哇，原来时空是个假象，因为。
时间是相对你建立的，所以现在其他道众是不认为现在是晚上，知道吧？这个时间是你定义的嘛？今天下午几点钟？包括我们人力都不这样认为，因为美国跟什么美国苏联都不是这个时间嘛。那其他道众是更不是，所以你看佛法里边要一时一时嘛，有那么一个时间嘛，他不说某年某月某日嘛，因为时间是个相对于众生的意识层面成立的一个妄知妄见嘛，是吧？如果时间都假了，在你这儿你更成一脱落，时空就假象。如果没有时间，你就无生啊，没有时间，你肯定你连生都不存在。你是生在几几年，死在几几年，不是我们这样子定义自己嘛？一辈子嘛。如果没有时过，你的出生都是个幻境，怎么可能出生这回事？没有出生，没有死亡，人道就是个假象。你就了解了这一点。如果你了解了六道是假象，你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吗？你肯定不在六道，你肯定不在时空里。但众生看你在六道里边显像啊，因为众生根据自己的见闻觉知看发现东西在空性里，所以即使六道看到你在时空里，你都不在六道，知道吧？那个时候你就是你的本来面目，那就叫佛学里边你看到你活在你的本来样子里。那个时候出现什么万法对你不受干扰，不受影响，没有东西能影响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叫自在，它不叫清净，也不叫快乐，也不叫什么烦恼，它叫自在，知道吧？没有东西可以影响你，白的仍然是白的。你在人道跟人说话白的，跟畜生道说话可能彩色的，跟地狱道说话全叫假名，颜色是假名。这就金刚经了啊，金刚经的说法，那就叫果位成就，就是站在果位上说话。每一道有每一道的道，但都不是真理，你站在真理说话，但是跟每一道众生说每一道的话，每一道众生才能听懂，知道吧？否则每一道众生听不懂你说话。始终要了解修正佛法这是在干什么啊、哦？不是我们烦，哎呀，我今天很烦，学学佛能不能不烦？可以，念佛号持咒都可以。但有的人起管用，有的人不管用，有的人就是吃好吃的管用，是吧？喜欢佛学的念佛号就管用了，不喜欢佛学的。吃美食可以，吃货就是吃美食的，喜欢运动的打球也行，知道吧？喜欢唱歌的去唱歌，喜欢跳舞的跳舞，喜欢学佛的去打坐，都可以搞定，不烦这回事，那是你的爱好，知道吧？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就可以解脱一些烦，知道吧？调整自己的心态。但是你没有佛的空性之前，那都不在修正佛法，那个就算你坐在坐垫持咒念佛，那都不是修正佛法。你只是听喜欢而已，知道吧？把佛法那个咒语跟那个佛号变成了你喜欢的玩具而已。你喜欢来调整自己的情绪而已，跟你喜欢唱歌跳舞没什么区别。那老师，我还是要一个理解，就是你说在世上修这个运动啊。但是这个事儿，他们还是要做嘛。那我继续去做嘛，你做事的时候就不要修了嘛，你刚开始你没有那种能力嘛，你没有破二元对立的知见的时候，你不能再做个不做一个样嘛，是吧？因为时空未尽嘛，去做，我建议你去做，按人道的角度去做，按人道当下的智慧去做，哎，去做，做的时候我建议你有个角度，就是说把自己变成一个就像演电影的，哎，因为有些你要去公司啊或者什么，你就当你的人生是一场电影，他不是说佛说是个梦境嘛，你就当在梦境里你演个什么角色，你想生气你就生气吧，你发脾气就发呗，但是你知道就算你在梦境里，你这个脾气迟早会形成果报的。是你比如你去做事了，你看见他烦，佛说不能动，但是你很烦嘛，你骂了他一顿，好，记着这叫果报啊，有一天他这就是你得罪他了等等啊，就是这些，你就坦然的面对好了，是不是？还有些事说佛说戒杀盗淫妄酒，你酒也喝了，谎话也说了，是吧？嗔恨也生了，所有的贪嗔痴慢也都来了，是吧？推迟你解脱的时间呗，你继续轮回呗，啊，你可以那样做，但是你为什么发脾气？你为什么不能停下来？你为什么那样做呢？因为你不修行，是吧？而且那一刻你控制不住，是吧？你没把修行放在第一位，如果把修行放第一位，你肯定不做。但是你做了，你他就吃饭一饭，随心所欲做了，那就做了呗。做了回家在坐地上慢慢先把它放在一边，因为我们一路修行过来就是这样的，整天
这天忏悔，然后又破戒，这天忏悔又做，哎，但是不管它，昨天的你马上放掉，今天继续修，继续修，有一天你会对空性越来越了解。当你成为观世音菩萨，成为文殊菩萨，成为普贤菩萨这些大菩萨的时候，你自然不会做，因为你有那种智慧，你有无惧啊，你怕啥的，是吧？你会做那些事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事，做一些事啊，我们是恐惧。你比如赚钱这回事，谁怕？老了没人养你啊，是吧？谁想去赚钱啊？挺辛苦的哇，是吧？想吃好的，没钱买不了；想拿个好的东西，没钱买不了，是吧？老了万一自己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养啊？是吧？恐惧嘛，怕嘛，怕失去，是吧？还有就是很多东西怕失去嘛，心里难受嘛，是吧？等等，你要像观世音菩萨、文殊这些东西，就像释迦牟尼佛、托钵都很快乐的时候，你怕啥？人家也是一辈子啊，人家活到。人家在生命里边，人家拖着钵啊，到七折啊，也没觉得高，没觉得低呀、啊，是吧？2600多年魅力不减，是吧？我们倒是啊，在这个世界刷了很久的存在感跟价值感，也没刷出个魅力不减来，哥俩姐自己都讨厌自己，是吧？是不是？你不是觉知吗？是吧？为什么我们在迷失之中？嗯。解脱道是这样的，如果你听闻到佛的第一滴了，大乘到了，去学菩萨的去学习，在红尘中做事，先把修行跟红尘分开，哎，做事的时候你就按人道的事做事，哎，好好做个善男人、善女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反正相信点因果，这也叫学佛了。回到坐垫上，在家有一个小地方，每天拿出一段时间，先在坐垫上修不动。然后慢慢在事上，在情绪的，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平凡的，没什么大事，就是红尘里边你爸你妈孩子这种情感恩恩怨怨嘛。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不管过去我们做对做错，已经是今天就这样了，安住当下，果报来了受着，就算我们过去都错了，伤害了很多人，那总有一天人家会找你算账的啊。但也不耽搁你修行啊，你安住当下，检点检点你身中拥有的还失去了那些，就剩下的渐加修正，因为这就是最起码你这个肉体还活着，是吧？有这个东西足够了，拿这个东西就可以渐成道。这个肉体还没灭，不管它是病的还是健康的还是什么，它只要它没灭就可以修行了。其他的拥有一点更好，那叫资粮道嘛，是吧？好，就借助这个修啊，检点就过去的就过去，不要。然后呢，未来呢，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修，果报恶报熟了，因为你过去做了很多坏事嘛，那恶报熟了，坦然面对，即使经受地狱般的煎熬，忏悔面对，知道吧？然后你做了的事还不乖乖，人家打你骂你就认了呗，对吧？然后继续修，就说很苦也继续修，总有一天你会解脱。做点啥就是从不动解脱，不动除二元对立的系统，所以佛学很简单啊。是吧？你看我们做个医生，我们不得学点技能啊？佛学都不用学技能的，是吧？佛说你不动就行了，不用考大学那么累啊，是吧？不用啊。但是为了你这个不动，佛说了3藏12部啊，因为你肯定懂。佛拿3藏12部不断地告诉你不动的好处啊，为什么你要不动啊？为什么你不动能够，你不动能干什么？告诉你，因为众生总是动的嘛。我就创造个杯子，我也得动啊。我得去找点东西啊，设计图纸啊，我得做啊，怎么不动就成佛了呢？好像跟人类的想法完全是两码事啊。所以佛说了大量的，就告诉你，你了解如如不动可以成道，定力可以成道这件事啊，否则你怎么会信他呢？佛直接告诉你，你本来是佛，你不动就可以，你信吗？你说这老师不靠谱，是吧？我做个猕猴桃我还得付出一下，我现在在我不动我就能成佛，我在那坐坐那不傻子吗？是吧？你肯定不信，所以佛就给你讲空性啊，你为什么是你的本来样子是什么，为什么有六道，你为什么你现在的动，为什么你动是错的，你先从不动，动虽然你这个不动刚开始也是个假象，但是要借助这个假象开始，然后动静才不影响你，你先从不动然后进入动跟静都是个假的，那个时候就叫空，知道吧？就是修正佛法啊，就是很简单，但是呢，因为你不想不动，所以说了很多，知道吧？因为你肯定乱动，
你的心一直在攀援，一直在攀援。这个猕猴桃好吃不好吃，啥颜色的，怎么怎么怎么，还一直乱想，一直在乱想。要你听下来哪有那么容易，都是说很多话的，然后你才说好像应该停下来了，怎么就这样子，是吧？否则你停下来觉得失去了好多。如果你的心停下来，你觉得把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都悟了，生命在于用度跟创造啊，这才有价值啊。佛说你不要懂，你这会悟了我们很多东西的哦，我们的青春岁月，我们的美丽，我们的爱情，我们的财富，都要靠动来实现的哦。我说你不动，你要先成佛。那个人世界的爱情、事业、财富哪个厉害，对吧？但是那个都要动啊，刚开始啊。所以佛说你先不动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继续去所有大乘道啊，你可以追求名利情，但是也可以在这儿先不动，配合两个一起修啊。但这要成道慢，我告诉你，对吧？也有专业修仙，哎，如如不动心。但不管任何以任何角度修，都需要在坐垫上先练那个不动，身心不动，不被境转，破除二元对立系统，这个是一定要练的。你在世上练不了，有的人家都是大乘菩萨，你不要以为人家能在世上能练成，你就能啊。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几年级了啊，是吧？有的人家是大学博士，人家直接在世上成佛了。听了一个就像六祖那种无所住身体性就解脱的啊，人家就知道哦，就是那样的。我们不是六祖的根器的话，先在坐垫上练啊，坐垫上练，练好了再在事上练，哎，你就可以做事。慢慢的，你做事里边没有动静而想，好，这下就可以了。做个不做一个样，没有动与不动这回事，动也是不动，不动，因为你这块的系统破了。这个包括气脉转化的，不是你坐在这说一句就能，你要很长时间在不动之中，然后你的气脉会开解。这个医生你们西医就不知道了，是吧？中医会知道气脉的问题，就是神经系统也转化，就从神经说可能知道神经系统会转化的，可能解剖你不一定能解剖出来。但确实我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脑袋肯定不一样跟人，为啥他头上画的很多圈圈泡泡，它气脉转化的，它里边长了很多的椎椎啊，就往出长，它就生理它的形态要变，它的脱胎换骨啊，它的骨骼什么都要变，跟它还是有点在相上也是要变化，要它变得最大的是气脉，跟常人不同。但是我佛法里边写中这我们汉传这边不让你写出色身上是有关，他直接说色身是假的。四大皆空嘛，就从心性上走，怕你出偏嘛，求戒定慧三学嘛，提前告你说智慧，这般若智慧是为了你修定，你不修定嘛，那不说这么多谁会修定啊？然后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坐在那儿就能成佛这回事啊，持戒的目的也是为了修定啊，你否则定不住啊，是吧？但你定住了，定的目的不是为了这坐在定中享受啊，是定能开启智慧。开启智慧是什么？看清生命的实相，不是你坐在那说哎呀我变聪明了，是吧？我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了，不是这样啊。你要说我知道了，那还真的是肯定不是了。那我突然练出个啥境界，那肯定不是。活得明明白白，死得明明白白，去哪里明明白白，哇，活成这样子啊。但肉体如果你把父精母血这个彻底转化了，你也可以活成就像神话故事的那些大菩萨，法力无边，神通具足，穿墙越壁，移山倒海啊，可以活得很想干啥干啥，直接想去月球啊，想去哪里啊，去玩一下都可以，那是报身成就啊，把肉体彻底色身转化成光，就这样光化，但需要时间的哦。像我这岁数还来得及，来得及，谁知道你活多久呢？是吧？如果我们活个160、170岁，160你猜是多少啊？你还没60呢，才来了个尾数，是吧？你可能是50、40，这还活多久吧？你要想说，哎呀，我发愿在这个世界活他300、500岁，然后我一直成道也可以啊，继续发愿往下活，我不成道我不死也行啊。这个也行啊，你不死也可厉害了。如果不病的话，还真咽不了那口气。
没准要病了就完了，他那个脏器坏了，零件坏了不好修。